皇上，宋大人是我的故人不假，但是我与他并无半点私情，我们是清白的。皇上，你要相信凤儿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朕只想问你。 你为什么不告诉朕，宋长庚就是你的小满哥哥？你是怕朕受不了，还是想再续前缘？不是这样的。那是什么样的？难道？ 在皇上心中，凤儿这么不堪吗？但凡我与宋大人有半点私情，凤儿也不会留在这个皇宫到今天。李贵妃娘娘驾到！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皇上，臣妾记得，当日林贵妃深夜与神秘男子幽会西华门，想要与此人私奔，没想到却棒打鸳鸯。林贵妃始终没有承认这个男子到底是谁。 后来，宋长庚诬陷臣妾，深夜施法扰乱宫规。臣妾一直都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这么担心林贵妃腹中的孩子。直到今天，臣妾看到小公主和宋长庚的模样，才恍然大悟。雪儿，你在说什么？雪儿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皇上，逆臣刘默在位时，曾不止一次提醒小人，宋指挥使和林贵妃娘娘的关系非同寻常。若是宋大人受了伤，就算是官职被贬，以皇上的善心，要安排御医救治，又有何难？需要林贵妃娘娘亲自照料，所以这孩子。 你胡说！皇上，他们都是一派胡言。凤儿是清白的，思雨是我跟你的亲生骨肉哦，皇上。皇上，皇室血脉不容玷污，唯一的办法只有滴血认亲。皇上。 亲，皇上，这两滴血并不相容。不可能！皇上，这是有问题，这是有问题！思雨是我跟你的亲生骨肉，你要相信凤儿，凤儿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皇上。林贵妃，你扪心自问，朕还有哪一点对不起？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朕？啊，雪儿，雪儿，你说实话，雪儿，你说实话，你说实话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凤儿是冤枉的。来人。 传朕旨意，宋长庚、暴奴，明日推出午门斩首。林贵妃和瑞安公主打入仁寿宫，天后发落。 珊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有什么话你说？是哑了吗？我生完小公主那天你就消失了，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了，珊珊？ 原来在元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那思雨又是谁的孩子？滴血认亲错不了，难道雪儿偷龙转凤，还背叛了皇上？珊珊，这都是真的吗？ 男孩，我家娘娘生了个皇子。你放过珊珊吧，珊珊是我的夫人。是娘亲错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林凤儿的亲生骨肉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你周全，救你出去。凤儿，你没事吧？哀家听说了整件事。 但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哀家是相信你的。谢太后，凤儿不管受多大委屈都没关系，只是孩子是无辜的，求太后想办法救救他。凤儿，你放心吧，哀家一定会在皇上没有铸成大错之前，救你和孩子出去。谢太后，谢太后，快起来！林贵妃为我大明诞下龙嗣，可是李贵妃却为了独占恩宠，竟敢偷龙转凤。此事若不向皇上禀告，天理不容。偷龙转凤，哀家收到了宫女的亲笔血书，事实全都在此。思雨竟是。 碧血燕青已经让皇上恼羞成怒，下令要处死林贵妃和小公主。长庚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，你一定要在明早之前见到皇上，还他一个清白。好，我怎么才能去？ 多谢皇太后。娘娘，难道是谁走漏了风声，所以周公公逃走了？不可能，周提明不是一走了之的人，他肯定在某处等着本宫。 你来了，周公公好雅兴，居然一个人在花前月下吹奏，怎么不邀本宫一起欣赏？以前我总觉得你应该是爱过我的，现在看来也不见得。本宫今天来。 是要和你庆祝的，顺便叙叙旧。不错，娘娘今日铲除了最后一个敌人，马上就可以入主中宫，的确是可喜可贺。不过，明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提明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省得你亲自动手。提明，你究竟得了什么病？这些年。 我为了找你，去了极寒之地，赤焰沙漠，试尽了一身的内力。锦绣姑姑的那一场，虽然有软肋卡阻挡，但对一个只剩下一年性命的人来说，是致命的一击。 提明，没事的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治好的。如今的我，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雪儿，但我希望你能够找回从前的自己。 不在明年，不在明日，而是宋大人，您随我来。嗯，走。您请，快走。嗯。还有脸来见我？我来看你们最后一眼。怎么，连这么小的孩子你都不肯放过吗？他对你造不成威胁。思雨是我的孩子，我要在他临死之前再多看他一眼。你闭嘴！你不配做思雨的母亲。我知道我不配做他的母亲。 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杀害我父帅和10万玄甲军的人，不是别人，而是当今……你够了！你别再跟我说这些国恨家仇，我听够了。你别再拿这些当借口，满足你自己的私欲。为了你自己一个人的仇恨，搭上了多少人的性命，你算过吗？ 你做梦不害怕吗？现在连你自己的女儿你都不肯放过吗？啊！你要来看她最后一面是吗？好，我给你看，你看呐！知道你恨我，我也知道这个皇宫容不下我。你想让我离开也行，让我去死也行，我就求求你救救你自己的女儿，我给你跪下。 事到如今，我离皇后之位只有一步之遥。现在止步，只会悔恨终生。凤儿，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但自从来到皇宫的那天起，我们就注定会成为秤上的秤砣和秤盘。 此起彼落，别无选择。雪儿，你会后悔的。带走吧。但对一个只剩下1年性命的人来说，是致命的一击。 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知道这个皇宫容不下我。你想让我离开也行，让我去死也行，我就求求你救救你自己的女儿。长庚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 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黎凤儿是清白的，皇上，我和林贵妃自幼相识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保护她。是我执意要带她离开皇宫，因为只要在这皇宫之中，林凤儿。 他就命不保夕，但是，他明明白白的回绝了我。他说：“一座城，给你一个人。”你明明是在骗朕，朕究竟凭什么要相信你们？ 我知道，现在我无论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我。皇上，我宋长庚这一辈子为臣我不忠，为情我不专，为徒我没有替师父报仇。 我这条命，死不足惜。皇上，我不求你相信我，我只求你相信你的林贵妃。林贵妃是为了救我才受到的牵连，应该受罚的人是我，而不是她。这份血书足以证明林贵妃的清白。这是李贵妃偷龙转凤的铁证。 长庚，皇上，在林贵妃心里，永远都只有一个人，而我。 都只是他的。的心，我哥哥，皇上，你要想，我派人在院子里放了火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在玄武门外面，我留了一辆马车给你们，赶紧走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我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要替我将思瑜抚养长大。凤儿，是我对不起你。 我发誓，一定要将在元抚养成人，成为一代明君。但思瑜，就拜托给你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帮我把这个转交给皇上，告诉他，他的情分，凤儿只能来生再还了。赶紧走！永远不要让在元知道真相。走啊！来人了！快来了！快点！快点！拿着，给你，再去拿点，我再去打，快点！ 凤儿，皇上，这里面太危险了，您不能进去。奴才，你挡我做什么？我的凤儿在里面，给我看！凤儿，皇上，你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！这个凤儿在里面，谁敢挡谁，这就杀谁！不能进去，不要看！你不能进去，皇上，皇上，你是九五之罪，陷天下社稷于一身，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。都是你害死了这个凤儿。 这绝对不会原谅你，皇上！你看这个，凤儿呢？她不在里面。 长庚怎么还没来？不是说好一起走吗？给我的。凤儿，不要！凤儿。 给这把门打开！打开！皇上，凤儿，打开！凤儿，你别走！凤儿，你听我说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诬陷了你。皇上，凤儿，皇上知道凤儿是清白的就足够了。皇上，凤儿，打开！皇上。风儿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：如果你不是皇上，只是我的荣大人该有多好？你别离开我好吗？只要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，我什么都给你好吗？凤儿，只要你别走。 皇上相知相爱已是最大的福分，若是再留在宫中，凤儿只会成为皇上的羁绊。不会，只有离开这个紫禁城，凤儿才能让皇上一心一意的勤勉于政，造福百姓。 凤儿知道，你一定不会让凤儿失望的，对不对？凤儿，皇上，凤儿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：善待雪儿，比凤儿适合这个皇宫。 有他陪在皇上身边，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，让雪儿替凤儿照顾皇上。凤儿，凤儿。 别走！凤儿，凤儿，我命令你回来！你听到没有？ 我命令你，你回来！凤儿！昨夜的西风萧萧瑟凉，身旁谁为我添一件衣裳？我将誓言。 剪成一段韶光，小心珍藏，余音里冷再回放。我用一生烟云留你指尖心上，若笔生寂寥，镌刻你的模样。回忆里彷徨，剪擦摇。 雨滴声落处，微望夜色微微亮，在思量，也遮不回流光。娘娘，可以臣给母后请啊。你的功课都完成了吗？是不是太傅布置的功课太少了？作业不难，但是踢毽子实在太难了。果然如出一辙，他也是不会踢毽子的主。 不会踢毽子没关系，但是不懂文韬武略就不行了。以后你还要治理天下呢。那母后来踢个毽花试试，您若是赢了载元，载元就去念书。好啊。你看好了，母后要开始踢了。 那载元就去文华殿了。母后没有赢，母后失去的东西太多。好吧，那载元就去找太傅去了，不陪父皇放风筝了。载元，母后今天就准你半天的假，去陪你父皇吧。 他一定很想让你陪他放风筝，太好了，谢谢母后。父皇，你看。 看那儿怎么样？你看，你的风筝是不是飞得特别高啊？嗯。来，拿好。父皇要放手喽，拿好，走。林掌柜呢？味道真不错。哎，去忙吧。来嘞，客官，您的菜。思雨，我们把线放得再远一点，这样风筝会越飞越高。娘，已经飞到好高好高了，咱这人都能看到了。还不够高，只有风筝越飞越高，在远方的人才能看得到。远方的人是谁啊？远方的人，是娘亲。 永远永远都会思念的人。